圆洞，韩愈。博爱之为仁，行而宜之之为义，由是而知焉之为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为德。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栩栩为仁，节节为义，其小之也则已。其所谓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也。其所谓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，何人与义言之也？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人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周道衰，孔子没，或于秦，黄老于汉，佛于晋魏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阳，则入于末；不入于老，则入于佛。入于彼，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富之，出者污之。一后之人，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？老者曰：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佛者曰：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为孔子者，其闻其说，乐其淡而自小也。亦曰：吾师亦常视之云耳。不为拒之于其口，而又避之于其书。一后之人，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其孰从而求之？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，不求其端，不逊其末，为怪之欲闻。古之为名者四，今之为名者六。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，而食宿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谷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？民不穷且道也。谷之食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。为之君，为之师，去其虫蛇禽兽，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谓之衣，饥然后谓之食，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谓之公事。谓之公，以善其器用；谓之谷，以通其有无；谓之医药，以济其夭死；谓之葬埋祭祀，以长其恩爱；谓之礼，以赐其先后；谓之乐，以宣其衣欲；谓之政，以律其代卷；谓之刑，以除其强梗。相期也，谓之伏羲斗壶，权衡以信之；相夺也，谓之城郭甲兵，以守之。害至而谓之备，患身而谓之防。今其言曰：圣人不死，大道不止，剖斗折痕而民不争。呜呼，其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
何也？吾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吾爪牙以争食也。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治之民者也。民者，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示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治之民，则失其所以为臣。民不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示其上，则诛。今其法曰：彼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敬而相生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净即灭者。呜呼！其幸而处于三代之后，不见处于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不幸而不处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帝之禹王，其号明叔，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革而冬求，渴饮而饥食，其事书，其所以为治一也。今其言曰：何不为太古之无事？是亦则冬之求者曰：何不为革之之义也？则饥之食者曰：何不为饮之之义也？传曰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习其家；欲习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然则，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，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，灭其天长。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春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。今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。诗曰：戎狄是英，荆舒是成。今也举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几何其不虚而为夷也？夫所谓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国外之谓人，行而夷之之谓义，由是而知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诗书易春秋，其法礼乐行政，其民士农工贾，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，其服麻丝，其居宫室，其食粟米果蔬鱼肉，其为道亦明，而其为教亦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，则顺而祥；以之为人，则爱而恭；以之为心，则和而平；以之为天下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，死则尽其长，教焉而天神格，妙焉而人鬼想。曰：斯道也，何道也？曰：斯无所谓道也，非相所谓牢狱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
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。文武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。荀彧养也，则焉而不精，与焉而不祥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然则汝之何而可也？曰：不色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书，炉其居，民先王之道以道之。鳏寡孤独废疾者，有养也，其庶乎其可也。